呢度有色彩缤纷嘅灯光汇演，有精彩吸引嘅才艺表演，有独特嘅装置艺术，迷人嘅维港景色。估唔估到呢度系边度嚟？呢度就系集休闲、活力同艺术于一身嘅川塘海滨花园啦。呢个位于观塘绕道下面嘅海滨花园，分一二期，2010年开始分阶段落成启用，为繁嚣嘅观塘工业区带嚟一个十分罕有嘅休憩绿化地带，亦为市民提供一个恬静舒适嘅好去处。每逢周日或者假期，都会见到一家大细、情侣或者三五知己，自由自在咁尽情玩乐，享受美好时光。观塘海滨花园前身是废纸回收上落货区，所以花园设计都加入了很多货物装卸和环保概念。这里的特色塔楼地标意念就是来自叠起了的废纸和等船上的起重机，这么特别的设计就为这个年轻的海滨花园增添特色。花园的景色最吸引，日落美景和璀璨夜色影真无敌，在黄昏时分夕阳斜照，色彩艳丽，夜晚配合塔楼的灯光汇演，目不暇及。特别的灯饰会随着音乐转变颜色和闪动，再加上地下散射的水雾和长廊的灯光效果，给人一种梦幻醉人的浪漫情怀。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, hasta cuando...海旁设有木板铺砌的海滨长廊，长近1000米。在度饱览邮轮码头和跑道公园景色之外，更可以远眺维港对岸的璀璨夜景。如果想高角度拍摄无敌大海景，可以来到二期的瞭望台，一望无际。维多利亚港和鲤鱼门景色进入眼帘。海滨花园亦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气息的地方。一期这个露天表演场地有一个小型表演台和一个可以容纳约200人的观众席，给热爱表演艺术人士展示活力和艺术细胞。而这个在花园二期附近名为反转天桥底一号场的自由表演空间，亦都开放给不同团体举办音乐、舞蹈、展览以及运动等各类活动，活力澎湃。花园还有其他不同设施的，有凉亭、长凳和避雨亭、健身站、长者健身角，给健身爱好者做下运动。感官花园和儿童游乐场最受小朋友欢迎，多种新颖好玩的游乐设施令小朋友乐而忘返。观塘海滨花园全天候24小时开放，如果乘搭港铁前往，可以在牛头角站或者观塘站落车，步行几分钟就到。附近亦有巴士、专线小巴和渡轮接驳，交通方便。这个咁有活力、色彩缤纷和多姿多彩的海滨花园，现在已经全面开放了，快点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独有气氛了。